中国，一个海洋大国，数十个港口城市分布在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大大小小的海峡和海湾使得这些港口城市互不相连，隔海相望，也因此造就了许多著名的湾区。卫星在中国的上空捕捉到这样一些变化，最南端的粤港澳大湾区，8年多时间，一座集桥隧岛于一体的全球最长跨海大桥拔海而起。从跨海大桥到桥梁加岛隧超级组合的跨海通道，一项项工程奇迹将大连湾、杭州湾、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个湾区连通，全面提升沿海地区的交通能力，带来便捷改善民生的同时，还源源不断地为湾区经济注入了活力。一个个世界级湾区的样本正在中国的海岸线上徐徐展开。白龙60条，食磅7斤，冲后边个龙，懵仔35条。早晨6点，潘景爸开始和时间赛跑。喂了几钟未？从事深海养殖的潘景爸，每天早晨的6点到8点是他最忙碌的时间。他要赶早将这些新鲜的海产品用船运送到珠海的码头，再经由陆路，赶在傍晚送到香港的市场。大哥，哎，一条命我都能拖住只卖嘅咯。珠海桂山，中国南海伶仃洋上的小岛，珠江口外的咸淡水在这里交汇，造就了绝佳的渔业养殖场。6.92平方公里的桂山岛，390多个深水网箱，贡献了每年1万多吨的各类海水产品，其中大部分销往香港。好够啊！喂，好啦，我冇装啦，放落去够晒啦！快点上来，上来，走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这里与香港隔海相望。10年前，潘景爸养的海鲜如果要销往香港，走陆路运输要经中山过广州，绕到深圳文景渡过关。即便连接珠江两岸的虎门大桥不堵车，也需要花费3小时以上的时间。走水路运输时间更长。我们以前走水运的，香港那边的码头不会紧张，有时候挡起来没有时间点的，挡起来就10多个小时，我们挡不起。无论3小时还是10小时，对海鲜运输来说都意味着成本和风险。这个曾经让和潘景爸一样从事深海养殖的商户头疼的问题，因一座跨海大桥的贯通而彻底改变。好，扣上来走。刷卡、扫码、验证。距离西域码头10多公里的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边检站，满载着海产的货车完成一站式自助查验，轻松过关。我们现在在这边装鱼到珠海那边装港车，走港车大桥，整个过程才40分钟。2018年，东起香港国际机场，向西横跨南海伶仃洋水域，连接珠海和澳门长达55公里的世界上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投入使用。它的通车使香港到珠海、澳门的陆路车程从原来的3小时缩短到45分钟。在伶仃洋上，
它的重要的一个战略任务是什么？就是要构建一小时的交通生活圈，或者说也可以叫交通经济圈。那个时候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一体化高度融合。这是充满无限可能的一小时，从生鲜海产到建筑材料，从小家电再到电子大屏。 各种物资往来不断，港珠澳大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至关重要的物流大动脉。从2018年10月通车以来，到2022年9月，经由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进出口的货物，进出口总值达4897.3亿元，相当于广东惠州2021年全年的地区生产总值。 港珠澳大桥则通车呢，揭开了中国外贸的一个新的时代。直通全球，加盟口的香港跟澳门两个世界级的自由贸易港，经过大桥的风波流转啊，来到了珠海，整片带动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西部，应该讲说是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大桥时代的开启，让珠海一跃成为内地唯一与 港澳同时陆路相连的城市，成长为广东省物流业的重要引擎。和珠海一样，肇庆、佛山等大湾区城市也正在从曾经的物流洼地变成中国乃至全球的物流集散地。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一座座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正在粤港澳大湾区崛起。 说港珠澳大桥它所处的位置，不是我们整个粤港澳大湾区从南往北来最南面的一个战略性的通道，它处在一个龙头地位，血管不畅通，经济不可能循环。港珠澳大桥它起了一个巨大的血管的作用，没有它，要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世界级的顶级湾区，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一桥飞架三地， 天堑变通途。港珠澳大桥的建成，拉近了大湾区城市群之间的人员交流和经贸往来，持续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同时，还将助力内地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距离港珠澳大桥21海里， 繁忙的伶仃洋水道上空，施工者上演空中芭蕾的瞬间，意味着继港珠澳大桥之后，横跨伶仃洋的第二座大型跨海工程，连接深圳与中山的深中通道，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你这脚杆小肚子痛不痛？酸不酸？啊，肚子有小肚子，我都没酸。我们两个还不是跑亚洲了，在上下班。再不酸，最多在后面。 竹缆是悬索桥的生命线，为确保竹缆内部六边形状的锁骨钢丝之间严丝合缝。伶仃洋大桥竹缆的398根锁骨需要每隔一段距离进行紧缆作业。锁骨单根它是一个六边形的结构，它这个边比较多。它不是一个结合紧密的实体，你这个一个松散的时候，它变形是各自独立变形是不合理的，所以要紧缆把它紧成圆的。 然后让它变形一致。这个松散的钢丝得到了重新的排列，形成一股活力，然后吊起整个5万吨的桥面。然而，钢制竹缆，白天温度高，热胀大，紧缆的工作只能在夜间进行。你困不困？有点困了。啊，想睡觉了。那我这会儿就不困了。他们干多少秒？70-80秒。 60米都没有啊，70-80米。我们今天干了600米喽。600米对于平地上的距离可能不算太长，但是对于我们现场160多米的高差，相当于50层楼高度的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的工人每天要来回4到5趟，所以对于工人而言，体力上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经过一夜的忙碌，黎明前，杨华和阿达的小组完成了600米的锁骨预警缆任务。 当他们开始休息时， 另一组人马
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状态中。广州交管，广州交管，一行建议。交管下午好，一行建议深中通道21管街现在开行，向你报告。好嘞，得到了。哎，好的，谢谢。距离深中通道施工现场27海里，珠海牛头岛。船长王学峰正驾驶着2万吨的安装一体船，携带8万吨的巨型沉管，驶出牛头岛船坞。他们要在数十小时后进行深中通道海底沉管隧道E21管节的下沉和水下对接工作。作为世界上航运最繁忙的区域，仅伶仃洋主航道每天就有超过4000艘船次穿梭往来。航道多，这个地方穿过了大概有6个航道，所以说呢，这个航道的影响，它要求的不同的跨度、不同的净高，所以这样你没办法。那目前只能选择敲岛隧，穿帆上航道，下面呢要求你往上抬，上面呢要求你往下压，所以这样呢就是说，由于上下一压，没办法，只能往底下钻，只能做隧道。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双向8车道的海底隧道，深中通道的单节沉管重量达8万吨。这个世界上最宽的巨型沉管，在陆地上是当之无愧的巨无霸。在一路蜿蜒入海的桥梁尽头，这个巨型的大块头将被沉入海底，一节一节连成一条完整的隧道。这样，伶仃洋面不仅留出了足够宽阔的海面，而且也留出了足够高的航空净空。桥梁加隧道这样的组合并不是深中通道的首创，成功经验的基础是源自多年前的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最关键的控制性工程是导隧工程，它包括2个外海人工岛和连接人工岛的海底隧道。这条沉管隧道的规模体量很大，它超越了之前任何沉管隧道项目的技术极限。设计施工要保证在这么短的工期里面把全部的风险控制到最低，我们既缺乏技术也缺乏相应的装备。中国几乎需要从零来起步。国外技术封锁，项目总经理部决定了自己研发走中国人自己的海上梦想之路。我们不干谁来干？我们只能够自己来干，只能够义无反顾。7年时间，40多项技术创新，每一个管节都需要我们非常谨慎的去组织。400余项授权专利和34次深海质问。5天5夜，有的是5天4夜。凌明带领团队以中国标准，用中国装备，完成了中国交通建设史上技术最复杂的跨海桥隧工程，为中国制造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使得中国从沉管隧道小国一跃成为世界沉管隧道领域的领跑者。桥梁加隧道创造的奇迹，让这座世界上最长的跨海通道成为一条真正的海上天路。经过15小时的海上浮运和沉放准备，E21管节开始下放对接。不用搅了，这个位置可以了。你把尾巴再调一下行了啊，让不让他们打起，现在准备搞了。相对，来，谢总，谢谢。现在沉管已经到了80公分的位置，潜水可以下水了。好的，知道。整个人是心里是提着的，一直有这种压力。港珠澳我们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学校，我们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深中的话，相当于我们是从学校里走了出来，心里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定了一个高山，我们要通过精度上来超越我们的学校，超越我们的港珠澳。港珠澳大桥培养出来的人才走向了全中国，他们完全有能力建设全世界最困难、最有挑战的跨海通道。经过40小时的连续作业，
深中通道海底沉管隧道一二十一管节成功完成水下对接。一二一管节安装成功。这意味着再有一年多时间，这座由世界上最大跨境的海中钢箱梁悬索桥、世界上最高通航净空尺度的跨海悬索桥和双向八车道的海底隧道组成的跨海通道将会全线贯通。通车后，由深圳到中山的陆路通行时间由两小时缩短为30分钟。从跨海大桥到桥梁加捣碎超级组合的跨海通道，建设者们用毅力与汗水逐一攻克来自海洋的挑战。24公里长的深中通道，数万名建设者需要耗费7年多时间来建造，而55公里长的港珠澳大桥的背后，从开工建设到实现通车，更是30000多名建设者奋战了8年多时间。建设难度如此巨大，建设过程如此漫长，为何我们还要一次又一次想方设法跨越大海呢？答案其实非常简单。这期小编继续带你盘点那年发行的30首经典好歌，你还能挑战。早晨8点的深圳深南大道，依旧车流行驶缓慢。工程师谢林聪受到去公司中山基地的紧急调令。去中山异地办公的申请我已经提交了，那我们今天要出发去中山。一年多前，谢林聪所在的硬盘芯片公司将研发部门整体搬迁到毗邻深中通道的中山市马鞍岛。遇到紧急研发，常常需要在新基地进行封闭攻关。等到跨海大桥通车以后，从中山基地到深圳总部陆路车程只需半小时。我们中山的基地呢，它整个的一个配置非常完善，中山办公端是我们梦寐以求的。随着企业的发展化，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大的空间。深通道通车之后，其实中山这边到深圳可能就是半小时的一个时间，就相当于深圳的一个区到另外一个区的一个时间。如今，越来越多的深圳本土高新科技企业搬家到中山，构建出深圳科创加中山制造融合格局。借助交通枢纽建设，中山这座珠江西岸的城市正在谋求经济结构适应性调整，正在成为深圳过于饱和的电子信息产业外溢承接地。从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虎门大桥到建设中的深中通道、黄毛海跨海通道等，跨海跨江通道已组团出列。交通设施的完善促进了大湾区城市群之间经济更高效流转和更集约配置。
跨越大海的不仅是公路，还有向海而行的铁路。福建平潭每年六级以上的大风天气超过300天，被列入世界三大风口海域。这里一度被认为是建桥禁区。2020年，连接福州长乐与平潭的海峡公铁大桥通车。这座世界上最长的、能同时通行公路和铁路的跨海大桥，以坚实之躯定住风暴海域，结束了平潭这个由126个岛屿组成的海岛线没有铁路、不通火车的历史。今年的平潭这几天爆了，你不要待在福州，赶快回平潭。桥通了以后，我们平潭现在车流量特别多。往年只有2万多台，今年4万多台。这个奖金不要翻倍了？哪里有翻倍？那抢得美。你先走吧。老板娘，走了，搬到了。你搬几点了？3:55。平潭人林伟，在福州和平潭之间往来载客20多年。林伟车上的乘客大多是在福州工作、平潭生活。如今平潭与长乐、福州老城区互联互通，形成了半小时生活圈。像20年前的话哈，我们现在这样跑哈，那就每天都要在轮渡那边都要等几个小时。20几年前的时候是什么概念啊？从跋山涉水到畅通无阻，司机林伟见证了大桥从无到有的过程，成为从坎坷的出岛路到光明坦途的受益者。公铁大桥开通的时候，我是第一台把车开上公铁大桥的，当时的心情是相当的激动。现在福建、福州、平潭形成了一个圈。而距离平潭100多公里的泉州湾，中国高铁正在实现跨海不减速的目标。能通行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的跨海大桥，福厦铁路泉州湾跨海大桥正在合龙。福厦铁路泉州湾跨海大桥建成后，将开启世界高铁跨海的新时代。而正线全长277.42公里的福厦高铁建成通车，将福州至厦门的铁路通行时间缩短至1小时以内。快速到达的交通布局改变了湾区人们的生活模式，同城圈优势、一体化协同发展正在成为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正在迈出坚实的步伐。距离泉州湾800多公里外的杭州湾，从一片滩涂到高楼林立，杭州湾新区的崛起离不开这座宏伟的跨海大桥，构成了环上海都市交通圈，让杭州湾速达沪杭成为重要的交通纽带。早上呢，一般是5:30起床，去赶上医院的6:30的班车。如果天气晴好，车开到大桥是可以看到日出的。只要有日出，我都会拍下来给女儿看看不同晨光的大桥。此时上海仁济医院的李步堂和同事像往常一样乘坐6:30的班车，开始了上海至宁波的双城生活。2小时后，班车会准时到达杭州湾新区的宁波分院。早餐的话，一般我就在楼下便利店解决了。如果有手术的话，会带杯咖啡。说我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吧。班车到医院，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直接去手术室的，因为这个路程呢，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很正常的通勤。好，大家准备好了吧？我们开始吧。李步堂所在的泌尿外科是上海交大仁济医院的王牌科室。
以往宁波地区的患者要做类似这样的手术，需要前往上海本院。如今，像李步堂这样的主任医师，可以每天往返宁波和上海，实现两地医疗资源真正共享。纵跨杭州湾的跨海大桥，将上海往返宁波的陆路距离缩短了120多公里，两地从此进入2小时交通圈。今天，每2秒钟就有一辆汽车从杭州湾跨海大桥上飞驰而过。沪杭甬三地间的路网格局从原来的 U 字形变成了 A 字形。借力大桥，杭州湾新区从茫茫滩涂蝶变为一座国际化产业名城。一条条大道切割成一个个方阵形状的产业园。2020年，新区规模以上企业达279家，地区生产总值680亿元，增速位列宁波第一。而大桥南岸的宁波，近年来地区生产总值从中国城市第16位跃居第12位。杭州湾跨海大桥与上海东海大桥、舟山连岛工程一起，让高端产业项目和创新要素加速流向长三角南翼，让杭州湾两岸迸发出蓬勃活力。交通改变了国人的时空观，那我们之所以能够跨越式发展，交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中国的沿海、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一个个兼具地理位置区位优势及国家战略政策优势的对外开放前沿大湾区，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着强劲的动能。一个个瞬间记录了跨海大桥和跨海通道给中国湾区带来的变化。这些超级工程跨越大海，连接内陆，让一个个湾区连为一体，开启中国湾区经济圈变革的新时代。今天的中国从南到北，100多万座公路和铁路桥梁，大大小小的跨海大桥和海底隧道，重塑山河。中国的桥梁隧道建设者们一次次证明，即便广阔如海湾和海峡，也无法阻碍他们将各地连为一体。踏上一条条海上天路，我们跨越的不只是大海，前往的更不只是对岸，而是一个共同的未来。